名赴日本旅游确诊的台湾旅客返台后确诊武汉肺炎，被列为第33例个案。指挥中心今天公布了这名旅客在日本旅游的行程，其中2月17号于富山县，18号到岐阜县滑雪，19号搭乘 JR 由金泽到大阪，20号前往大阪环球影城，之后在大阪市区。而个案同团旅客、同住友人以及职场接触者共67人，目前3人有症状，已经住院隔离采检中。如果同团出现其他的确诊，指挥中心也不排除升高日本的旅游警戒。